这篇的卡路里是多少。为什么没事我吃饭你要怕我？想吃播吗？我们鸡肉先吃掉再化妆，怎么了？更好吃呢。吃吧。3, 2, 1。干饭人，干饭魂，干饭人吃饭得用盆。干饭人有精神，吃饱了都进不去门。干饭人胃口大，一张大嘴吃天下。要问干饭哪家强，你我皆是干饭王。走，干饭去。